你知道吗？重庆是中国拥有五 A 景区最多的一座城市，网红景点大家都看腻了，今天带你欣赏不一样的重庆。第一个，大足石刻，世界八大石窟之一，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。第二个，巫山小三峡，小小三峡，这里藏着很多世界未解之谜，三峡玄关可谓是中华奇观。第三个，五龙喀斯特景区，世界自然遗产，这里不仅拥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天坑地缝，还有东方瑞士仙女山以及世界三大洞穴之一的芙蓉洞。第四个，万盛黑山谷，龙陵石海景区，全球最古老的石林，比云南昆明石林还要早两亿年，被誉为石林之祖。第五个，酉阳桃花源，原来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真的存在。第六个，南川金佛山，东方的阿尔卑斯，世界自然遗产，四季如画。第七个，江津四面山，不仅有北纬28度的爱情天梯，还有中国高瀑之首的望乡台瀑布，比黄果树瀑布高出一倍。第八个，云阳龙岗景区，天下第一岗，不仅有世界第一廊桥，还有亚洲第一惊险刺激的悬崖大秋千。第九个，潜江浊水景区，不仅有世界第一的风雨廊桥，还有水上的天生三桥蒲花暗河，带你进入现实版的盗墓笔记。第十个，盆水阿姨河，苗家人把善良、美丽、聪慧的女子称为娇阿姨，中国最长的天然河道漂流地。第十一，奉节白帝城瞿塘峡，十元人民币背景图的取景地，长江三峡最短最险峻的一段，李白曾在这里朝辞白帝彩云间。然而今年五一都还没到，重庆就已经爆满了，热情好客的重庆，为他点个赞吧。